近日，从芝加哥前往奥马哈的美国航空班机上发生不同寻常的一幕，一位乘客牵着小马驹出现在机舱内，引得众人围观。在乘客的牵引之下，小马驹在机舱前排靠过道的座椅前站定，安静乖巧。之后，他与其他乘客一起顺利抵达目的地。美国航空官网介绍，受过训练的小型马可以作为服务型动物乘机。